收破烂嘞，烂铜烂铁烂胶瓶。哎，阿姨卖不卖啊？哎呀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，卖不卖卖什么卖啊？我老人家你叫我卖不卖？你是不是疯了啊？嗯，你那么凶干嘛？我是卖破烂收破烂的，你没看到吗？专业收破烂的，今年呢都已经收了45年了，我今年都已经35岁了。哦，你收破烂早说嘛！哎，不好意思啊。 那卖，真的是收废品呐、啊，真的是收废品呐、啊，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哎，不，瓶瓶罐罐，瓶瓶罐罐啊，嗯，瓶瓶罐罐不值钱的哦。哎，反正无所谓了。哎呀，如果是胶瓶子的话，几毛钱一斤。它几毛钱一斤？哎呀，我给你10块钱呢、啊。哎，10块钱也不够我去麻将桌子摸一下。那没办法，行情就这样。那除非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要卖。 小孩子要不要？你有小孩？有，我孙女。可以啊，反正我又单身，又没女朋友，没老婆。要要要，6万。6万。啊，6万，能不能少一点啊？这不少，不能少。那6万就6万，你拿出来给我看下什么货先。行行行，漂亮我就给6万，不漂亮我就给5万哦。 反正没老婆又没女朋友，搞一个女儿回去养也好，以后长大了还是个招商银行。<笑>那，可爱吧？可以啊。我儿媳妇不进来，不在家。多大了？这个孩子？3、4个月。3、4个月。啊，可以。6万就6万吧。啊，那行，那，但是你要周延一点吧。你放心。 你也不要告诉别人，今天我来过这里啊。但是这个车你就不要了吧？哎，我不要了。这么漂亮。你个赔钱货。<笑>哎呀，6万3，多给3000给你了。哎呀，行，行，哎呦，宝贝，女儿，以后我就是你爸爸了哦。快点走啊！走了吧。哎呀，哎，心肠甜甜。 那个妈啊，孩子呢？孩子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进去看一下。还有孩子，哎呀，那个破烂了，不知道把小孩子抱跑了没有？最好抱远远的，赔钱货。哎呀，孩子怎么不见了？还见了6万多块钱，躲在那个床那里。 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小孩呢？怎么拿我的钱了？你的钱，我跟你说，女儿呢？我女儿呢？我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把她卖了？<笑>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次是第3次了，你已经触碰了法律了。你再不说，我就报警去。我老公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你赶紧说不说啊？哎呀，行行行，破烂佬抱跑了。 破烂佬抱跑了，哎，你把钱给我，你这个什么奶奶来的，真的是要把小孩卖了，你什么人呢？啊？那谁叫你生了几个赔钱货？不卖流了干嘛？赔钱货，男女都是一样，是你的孙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哎呀，赶紧跟我去找小孩。我不去，你去我去，赶紧我去，赶紧。要去你自己去。等一下我把小孩找回来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女儿，怎么回家？站住！站住！ 谁呀？你干嘛抱着我女儿？什么抱着你女儿？你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偷小孩！你放开你的手！什么偷小孩呀？你把我小孩还给我！这是我的小孩。你的小孩，你再不还给我，我就报警了。你有什么证据是你小孩呀？啊，我小孩我认不出吗？3个多月。来，你看这里有颗痣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女儿。这是我买过来的，我关你什么事？还买过来？ 赶紧还给我，那钱还给你，是我家婆卖给你的，你赶紧。我现在是我的了，我怎么干嘛要还给你？什么是你的？你还不还我就让你去报警了。报警？赶紧！你现在已经触碰了法律了，你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买小孩，你赶紧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哎呀，又不是……赶紧！哎，真的是，你把钱还给我。来，还给你，真的是有这样的老妈，哎，我要回去教训她一顿噻。
早说我就不给你买了，六万三，还好一分没少。妈的，还有这种老妈，卖了也不跟儿媳妇说，害了我差点成了冤大头去坐牢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回家不要了。药吃的药啊，哎，又把那个赔钱货给带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到处走哦，我已经报警了。那你要大包小包去哪里？大包小包去哪里？我找我老公去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种人，这种人怎么做奶奶的啊？自己的孙女都卖，你真的是歹毒的要死。要不是看在我老公的份上，我早就不跟你们过了。不要到处走啊，我走了。这个报警啊。哎呀，我赶紧关门吧，我等一下被警察抓了。